太幼稚了。我是觉得很无聊啦，这件事情就是，何必呢？何必呢？选个局何必呢？这种小动作太没有气度了，也太幼稚了，然后像小朋友一样。好，反正被踢就贴被踢啊，同党同志的恶意攻击，我一句话都还没有说我就被踢出去了。这个也不是一个立法委员应该做的事情，这样有完没完啊？这个很无聊耶，未免太幼稚了吧，我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啦，真的很无聊。好自为之，不要再这样子了。这么粗暴的方式，这个拉黑的行为其实已经算是恶意的攻击了，费尽心机，没错哈。把我退群的人都是费委员办公室的人，所以也不是说比如说我加入了某个群组之后，那个群组的这个李明朋友不欢迎我，然后就请我离开，那基本上踢我出去的人就是他们办公室的员工或他们办公室的主任。像这边名字大家其实可以看到，这就是你先略过那个早安图就可以看一下。等一下这样对到吗？看一下，好，这就是他们办公室的主任嘛。然后其实平常大家在地方上也都很好，不过选举也为难这个难为他了，然后总之呢就把我们全给踢了。那我是觉得说在地方上面的服务再怎么讲都不是属于单一的个人，那应该是说不管是议员或是立委，大家互相都可以去帮忙啊，或者是说可以了解民众的情况啊，那我觉得这种行为就是太幼稚了，所以我其实我蛮无感的啦，也不会像那个这个什么有林京东说这个费委员不会不要被1450骗，我是要跟你讲说那是他办公室主任，我们平常是他都认识好不好，绝对不是1450。如果你觉得是1450的话，那就代表他们办公室主任是1450，所以请不要讲，请不要讲。那我是觉得很无聊啦，这件事情就是何必呢？何必呢？选个局何必呢？这种小动作，那我加入群组里面除非我有什么不当的发言，不然干嘛要特别把人家踢出去啊？这个我是觉得太没有气度了，也太幼稚了，然后像小朋友一样。好，但我讲的不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费委员受益的啦，但是是他们办公室的人做的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我们的选举呢也是很辛苦的哈。那这个事情反正被踢就贴被踢啊，我自己就是会写信给考纪会，然后跟考纪会反映说我认为这是属于同党同志的恶意攻击，因为李上的群组不属于费鸿泰委员，那所以我被别人邀请加入之后再被踢出去，这个我觉得已经到有恶意的程度，因为一次踢了太多了，踢了，我们被踢几个群啊？我们算一下，我们被踢了几个群，就我们在里面也没有传任何讯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在里面传讯息去抹黑，或是去造谣，或是去攻击，那被踢掉就刚好而已。可是我在加进去之后，我一句话都还没有说，我就被踢出去了。对，制作人说的没错。七个，我们被踢了七个群，一言不合就拉黑，就直接把我们拉黑，所以党内初选我觉得大家要有民主素养，然后大家就是君子之争嘛。那再怎么说我觉得我现在是议员，然后立委是前辈，然后大家应该是为了里上的民众一起服务，而不是说就把人给他踢掉，然后让这些资讯然后或民众的反应跟意见就让特定的议员没有办法知道。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一个立法委员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有一天我做了立法委员，然后我遇到了党内的挑战的对手的话，我保证我绝对不会干出这样子的事情，我也不会让我的团队干出这样子的事情。如果说对手在我的这个群组里面讲了一些什么，那我就大可回应他就好啦。你踢来踢去的，那我现在是不是也进去其他你在的群里面把你全部踢掉，这样有完没完啊？这个很无聊耶，我也有很多群里面还有费鸿泰啊，难道我要把他都踢掉吗？未免太幼稚了吧，我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啦，所以我是希望说这类的事情可以不要再发生了，这类的事情可以不要再发生，因为真的很无聊，所以我不确定费委员对这件事知不知情，可是这个踢群的动作就是费委员的办公室的主任
做的，那我全部都有截图记录下来了。嗯，所以我希望好自为之，不要再这样子了，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立法委员应该要做的事情，然后这个态度，然后跟这种无聊的小把戏跟小手段，其实并不是非常的民主。那早上的时候我在凯翔的节目，我不是就直接讲说我被踢群吗？我当下是真的很错愕，因为我没有想过，就是他可能会觉得我在群组里面，然后他可能会不高兴或什么，但我没有想过会用这么粗暴的方式然后把人踢出去。嗯，因为我觉得毕竟我们是同党同志，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好，所以对，希望有机会再被加回来，但我会先跟考纪会申诉，看考纪会会不会做出处分。好，因为这个考纪会说我们彼此之间不能攻击对方，那我觉得这个拉黑的行为其实已经算是恶意的攻击了，所以好，费尽心机吗？费尽心机，没错，好，所以请不要再一直去踢群了，不要再一直踢群了，谢谢大家。那我知道这个费委员目前还是零表没有登记，那巧心也是，因为在聊天室里面实在太多人在讲这件事情了，我还是拍谁要问一下委员啊，因为大家网友都在问啦，什么时候把巧心的群组加回来？因为这个群组好，我利用这个机会啊，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啊，来说明一下啊。我在很多的里啊，在七年前那时候 Line 啊开始大家在用的时候，我自己建的群组。我自己建的群组，举例啊，我会不会邀郭正亮来进我的群组？这是我建，像我的很多的群组都同样一个名字，叫谈天说地。举例 A 里谈天说地，另外群组 B 里谈天说地 ，C 里谈天说地。这个群组里面当然是我的群组，我会邀别的民意代表进来吗？不会的哈。我有一个离职的同仁。我有个离职的同仁，现在加入他的团队。他已经离职了，理论上如果说在这个在常理上，他应该自动就离开。我忘了他没有离开，他居然呢、昨天早上他邀这个人啊，我的竞争者进入到这个群组，我们还不知道。那我们的群组，别的我们的朋友就跟我的主任讲说，哎，他怎么可以来到这个群组呢？啊，我们主任上网一看，那是我的群组。刚刚我们要到选举，我们要不要整理我们的群组啊？这不是公开的，也不是党，也不是里长的群组。这里长的群组我怎么能把人家删掉？对不对？如果说是社区的群组，我怎么能删掉？如果说党的群组，我怎么能把它删掉？不是，是我个人的群组。我个人的群组，举例。我的竞争对手要加入，你觉得合适吗？我们讲到我没有那么小气，我没那么小，而且这是平安讲，是私下的事情，你打个电话问问看，而且你自己想想看，举例，他的群组我可不可以随便的请人把我加入到他的群组？不合适嘛，不合适，对不对？就像我家，哎，我要跑到郭正亮家说，对不起啊，我今天想上到你家去睡觉吃饭。合适吗？他会同意吗？不会嘛，一样的道理。各位，这是小事，每个人选就无所谓。这是平常讲，这是小事了。因为我的群组里面没有其他的民意代表，就像我自己办公室的群组，我会希望其他人来加入，这是一样的道理。他的群组，我们也不会到想要想办法道理。是我一个离职的这个同仁呢，他不应该做这件事了。我这个选区我是希望说大家可以君子之争，因为像考纪会他们前几天有开一个记者会讲说我们要有候选人的公约，就是不能恶意的攻击同志，不能恶意攻击同志。但是其实昨天上午就有发生一件事情，我自己应该会去考纪会申诉跟检举，就是说因为我们就前天吧，然后就加入一些我们里上地方的群组，那个不是属于任何立法委员的，就是地方服务的群组，会了解一些地方民众的想法。结果后来我被踢出七个群组。真的啊？为什么？不知道。
不知道直接被踢出去啊？对啊，我就因为其实群组任何人都可以把你踢出去，并不是只有管理员、啊。对我、嗯，我被就是费委员他办公室主任踢出了七，我给你看，踢出的七个群组，然后我全办公室人都被踢出去了。对，所以我是希望说类似的事情是不是可以不要发生？因为其实这个还蛮像小朋友吵架的，所以我会觉得这些群，而且我没有在里面发言过，我只是。被加入而已，然后我就有七个群组全部都被退出，你看这个全部都是，所以我是希望说大家选举第一个君子之争，第二个就是不需要搞很多小动作，然后大家可以就因为我毕竟是议员，我还是在群组里面，我会看大家有没有需要服务的地方嘛、嗯、那立委跟议员意见是什么要了解啊，对，毕竟应该还是合作，我们毕竟也是同党的，那我觉得去把我们整个办公室全部踢出去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行为，那这些因为很多的比如说领长什么就会反映说啊干嘛这样，有的人还帮我创就看不下去帮我创了新的群组，但我很感谢他们，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就真的大可不必啦，那我不会介意，我只是提出来说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因为我觉得这算是同党同志互相攻击，所以我应该会去考纪会里面申诉，因为那些群组对我来说也蛮重要的，我不是要在里面拉票，只是说我会想要知道民众他们现在比如碰到什么，像有些人可能缺蛋什么的都会在群组里面讲啊，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反映民意，那那个那些群组又不是属于任何一个人的，那你去把人家踢出去，我跟委员在很多费委员在很多同样的群组我也没把他踢出去过，所以我觉得大家将心比心啦，我觉得好像不需要这样。台湾鲍鱼干贝 XO 酱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跟秘制的独家配方，还有富含胶原蛋白还有黏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肉质鲜嫩， EPA 跟 DHA 的含量更是丰富，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CTI74 享有折扣哦。